开了。我可以在这坐会儿，为的不会炸是吧？应该不会吧，我刚刚就在那拍照，然后就是超危险你知道吗？他带我去的地方都超级危险。 Hello 有人吗？嗨，我都无语极了，刚刚去拍照。Hello Hello。在下，真的不下。我拍照的时候一直在下雨，我也在下，然后把我冻死了。然后拍完之后就不下了。开了几张？也是二十多，也是二十多张。卡吗？他们说有点卡，还好吧？是你卡吧？谢谢迷路的松鼠送的美人扇。我今天真的好无语啊，本来雨中拍照就已经很烦了，然后还对，然后还被人你就当你在视频通话嘛，然后就有一群人在吃饭，然后就逗我，我靠，气死我了，真的。就然后就是那种调戏的那种一群人，然后说就是哎呀站过来了站过来了，哎呀什么啊他笑了笑了那种，好讨厌啊。我在一个丽江古城的一个桥上，真的好生气，我现在都感冒了有点，因为雨天就是拍照嘛，一直淋雨，这问题是它里面，对，我们请看。这问题是它里面还有两个女生，那两个女生还就是来帮他们加微信，但是那个女生就说是她自己的微信。那两个女生哪好看吗？就是很普通的小女生啊，然后就是要我微信。回吧回吧。我真的无语，然后我就骗他们说，我说我的手机在没有拿，因为我说我。就是放在人家工作室了，然后他就说那你把你的那个手机号写给我吧，然后我的摄影师还帮我救场，特别搞笑，我摄影师还帮我救场，就说说要不你把你的手机号给告诉我吧，然后我回去让他加，但是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机号就写在一个新的口罩上面，然后就拿给我的摄影师，然后我摄影师直接就帮我扔了，气死我了，还是有点点冷的，因为下雨了，而且一直淋雨，脸上都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吹，给你们看一下丽江的古城真的很好看，它的不卡呀，我这边是19.7，就很烦，就无语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对啊，很好看，呼呼。现在我们回民宿，然后小王换个衣服。十几年没去过云南了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大理和丽江。这几天其实在路上，你携带伞了？这几天其实在路上，要不然骑？你怎么跟我老婆一样？我老婆也喜欢把鞋带塞到鞋子里面。这几天在路上被加了不少微信，不过都拒绝了。
今天这个真的很无语，真的。嗯。信号不太好吗？可是我这边是20fps 哎。哪里呀？这是正常人的发际线好吗？被雨淋啊，确实，头顶被雨淋的有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我看了那个，我看了那个了，就是官博发的 vlog 了，里面有一个我蹲着的镜头，因为当时穿高跟鞋，真的我从来不会穿高跟鞋的，然后那个总选服的高跟鞋很高嘛，然后就踩，然后就很累，然后我就蹲下，因为重心放低，然后就会不那么累。他们说信号不好哎，你信号怎么样？小王，啊，我信号还可以啊。他们说我这边信号不好，有点马赛克。欢迎光临新疆农田，请见，过一下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下景色吧。欢迎光临新疆农田。等一下，出来吗？去那条街，那条街吧，就是那个柠檬洋芋那条街。现在有点，我不是中午吃的吗 ？Baby only you。对啊，你们带你们一起旅游，笑的。发现了，因为天气可能越来越回暖了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卡到话都听不清，我的网络这么差的吗？可能回酒店会好一点吧。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，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戴着口罩，所以你们听不清。多多少少有点尴尬。早什么早？看我这边天都黑了。拍我，那不就是他卡了吗？哪边在唱歌呀？又不见如歌三秋，宝好像你，好像我什么？哇，这条街好好看。好看吧，我这几天在大理古城，然后丽江古城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住在古城里面了，我已经融入了，看我的衣服都已经非常的贴近当地。我觉得很好看呀，就街道什么的。找不到了吗？
跟我一起出街，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在路上边走边播吧，还是不是，记不得了。我的确实我鼻子现在特别难受，因为淋雨了，就很搞笑，下雨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一直下雨，拍完了之后雨就停了。印象中是第一次，好吧，主要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丽江的古城街道。好多鼓，我今天拍照的时候也用那个就是鼓做道具了。你那个摄影师还挺好的，他拍的挺好的，你要是看到我的图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那个摄影师真的拍的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对呀，有摄影师，不然我怎么会说我的摄影师帮我挡那个要微信。熟悉的角落里，我觉得是这里。我们昨天晚上也是走这儿。我今悲伤到不能自已，这是不是有个民宿？关了。啊，就是这。什么呀？已经到了。哎，你房卡发没有？啊？发了，什么密码吗？没把。没把。没发过密码。给我发过了。看我们的民宿，我感觉我们的民宿还蛮有意境的。现在还卡吗？还卡。现在应该不卡了吧，还好不是很热，只是说有点那个。有点就是刚刚淋雨了，有点难过难受。这个可以调整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反正大家就是尽量不要淋雨吧。反正就是尽量不要淋雨，对。我们都没有那种就是小桌子什么。其实我也不想穿这个衣服，主要是今天想着为了和当地比较适合当地，所以来喝点水吧。这光好死亡啊，打在头顶。我们还出去吗？去哪？去外面，就是吃晚饭。你要出去的话，你几点？你播到几点？播到9:30吧。可以。
今天还行，没有怎么啊，下雨那会儿有点冷。是我穿得太薄了。确实，你穿得更薄，我至少还有那个。他给你拍的怎么样？嗯，没有你的摄影师好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构图啥的不好还是什么？他是本地，我感觉他是本地的少数民族。嗯。就是他不是专业进修的，我感觉他是就是业余的。他你看他长得就很，他长得就很纳西族的感觉。我还没吃晚饭。Hello Hello。我还蛮喜欢别人叫我裴西的。等一下去吃。就是我那个摄影师是，就是他是。他是少数民族，他留着好长好长的头发，然后他的口音也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的。啊，还是坐衣柜里面吧。哎呦，蛮喜欢叫我小猪的，为什么？降一点。嗯嗯嗯。因为没有地方，所以只能走衣柜里面。刚刚那个地方太，就是说太窄了。对啊，在酒店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我们就走了，对不？小是20号吧？对，明天我们就回广州了。没有药。等一下，喝点热水应该就好了。今天晚上洗个热水澡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回广州，其实也玩了挺长时间了。嗯，才四天。啊？才四天。才四天，我怎么感觉已经玩了一个星期了？没有。好吧，好吧。但是越到后面机票越贵，就怕。我那20号其实也还行了，玩了。啊。会上公演吗？哪一队啊？我现在是在带 EZ 对，然后回去应该就是跳森鸟函数。嗯，我这衣服我感觉除了在丽江穿就没什么机会啊。我回云南还是可以，我回云南还是可以穿的，回昆明去玩昆明的街道。对，我离开了好久，其实是因为你们好久没见我了，对，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会觉得离开了好久。期待上公演，期待看我跳公演。这拍照真的好厉害呀、啊！他拍的好。我在看他朋友圈，确实拍的蛮不错的。他挺好的，我感觉，因为他们两个不是他看起来年轻点嘛，我想着他可能资历不够，结果人家拍的最好。他现在就发给你了，底片。没有，他给我发了刚才给我修的那张。哦，旁边是小王，王岩。我跟你说，我感觉他就是本地的，呵呵，因为他不是本地的，我问他的。纳西的，长头发那个吗？哦，我说我那个。我那个摄影师一看就是本地的少数民族，好吧。
就是他长发，然后他纠结于点是在哪，纠结于我摆那种很多稀奇古怪的姿势，我摆的也是稀奇古怪，但是他不纠他，我们想要，我们年轻人想要的照片肯定是状态，就是脸的状态好就好了，然后他构图也不行，我看了一下他构图也没有你摄影师好，脸的状态也没有拍好。为什么要喝够八杯温水，喝够八杯的话会不会水中毒？昨天看抖音还看到了一个，就是刷到了一个美女，离我们不到100米，然后她在直播，会浮肿，对，第二天会肿，晚上不要喝太多水，喝够八杯能集齐神龙，能集齐神，带我回广州吗？笑的。没电了。对啊，如果第二天有重要工作，做这一行的，就比如说有拍照啊、拍证件什么的，我们就晚上就不要喝水什么的，容易肿。那你等一下出去，想换衣服吗？还是就穿这身？换了吧。也是，想个名字，今天一定早睡。嗯，这个名字怎么样 ？B 站牛啊！但是我初中的时候开的 B 站，对，名字叫言季，言语的言，季节的季。之前发的那些作品全都删掉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漂亮你好，一般般，好久不见。上一次直播还是在昆明呢，还有6分钟我们就下了，等一下也不知道，你就要不你叫，希望所有叉O叉都能早睡，完了我真的得下了，然后下了去那个什么，喝点热水什么的。谢谢小菠萝的玫瑰花，会不会觉得有点昏暗？这个环境，我不是已经想了吗？你就叫，希望所有叉叉叉都能早睡。起名费啊，如果你真的想叫那种就是格调逼格很高的那种网名的话，你可以去 QQ 飞车里面寻找，他们的名字都可搞笑了啊，不是可高端了，就是两个字的那种名字就显得很高端，简洁大气上档次，希望嘛。那我希望我们都能早睡，早早睡觉。看我的新手链，它好像是什么石头来着？你还记得吗，小王？黑曜石。黑曜不是黑曜石，黑曜石很贵的。是。是黑曜石。黑曜石就招财。我们这个好像不是黑曜石，黑曜石是它那个镇店之宝上边有一个，大猫酒，
各比一个啊。哦，还好，我觉得这个照片拍的不亏哈。嗯，你的不亏。你的应该也蛮好看的。他啥发给？哦，三年之后才发。哎，我只能说，可能还没有自己拍的好看。啊。可能还没有你给我拍的好看。那不是，他这个相机啥的，还是我觉得相机还是拍的质量高。嗯，我看了，浏览了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审美不行吧。果然年轻点的审美会更接近我们一些。嗯，超过10块钱。三张精修，啊，哈喽，好久不见，谢谢十一喜欢月亮送的四个巧克力，可爱，打哈欠你也觉得可爱吗？谢谢金菠萝的应援棒，我觉得下周应该我就能上公演了，因为前辈们回去就是上学了，然后就有站位了。不错，你那个 ID 其实挺不错的，真的还可以。我明年3月回去上学。对，一直在不停的点头。读大学，刚刚我看不太清楚，刚刚是谁飘过去了？让我贴近看一下。刚刚飘过的，哦，美女润啊，美女润。是啊，我读大二，你是不是也要回去上学了？上大学。你应该也要开学了。你就将打开你的大学生活，体验一下大学生的日子。其实大学生也不好过。美女看美女直播是吗？明天我们就回来了，好想好想我，我也好想好想你们。期末赛高考，那可不嘛，那可不，每次期末考的时候，就是所有大学生非常崩溃的时候，那就，我也觉得润子太瘦了。为什么你没有总选助力？因为你没有开吧？你是不是安卓手机？那么差不多我就下播了，晚上还播吗？你回来不播了，那我就下播了，拜。我要去吃晚饭了，谢谢小公主的 Chris 哟送的浩瀚星海。挡住了，好哟，我会多吃点，你们也可以整个宵夜吃吃啥的，拜拜。